我去上课了。哦，你在家把门关关好，防火防盗。爸爸，你都好久没来看我了。爸爸工作忙啊。哥哥感觉怎么样？还发烧吗？我已经好了。好了，看看。你看，不烧了吧？来，可可喝点水。行了，女儿也看了，你回去补觉吧，再喝一口。补什么觉啊？白天出去忙点事儿，晚上回来接你们，补个团圆。怎么了？你爸妈还在门口坐着呢，我来的时候他们脸色就不太好，就像两只猫在等着耗子似的。你送送我呗。你怕过谁啊？妈妈，你就送送爸爸吗？爸爸多辛苦，那么远来看我。你就知道向着他。可可乖啊，爸爸先走了。爸爸再见。爸。爸，吃完早饭再走吧。老顾啊。啊。我去上课了。哦。你在家把门关关好，防火防盗。啊，知道知道。哎，你还没吃早饭呢。不了，饱了。哎妈，我开车送你。不用，我叫网约车了。我走了。哎，好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跟我妈同一个电梯，你不尴尬呀？那就吃一口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来了，你慢点嘛。嗯，我走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没有顺道啊？不是昨天中秋节大家没聚上，今天中午我定了个地方，我们一起团圆一下。行，妈知道了，你慢点开车啊。哎。